小玉得了急性白血病，急着需要做骨髓移植，看有没有谁跟他的骨髓配对相符合。小玉，我们今天躲雨吧。可是我还剩一大叠。明天再发吧。你看你都淋湿，要是感冒的话，我会心疼。听说有找到配对的人，就是郝先生啊。大风，我更喜欢你了。每周六晚间九点，《爱在童话纷飞时》就在公视13频道。